接下来两位对答会输赢，如果没输赢，三题同样答对，奖金均分了。请出题。明初哪位文坛名人酷爱打麻将，甚至将打麻将视为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 ？A. 徐志摩 ，B. 梁启超。请作答。哎呀，等、等你来加一。两个都选的同样的，梁启超，为什么？徐志摩都在谈恋爱，我觉得徐志摩应该是谈恋爱是他的创作灵感的来源吧，比较像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梁启超。不过我选那个徐志摩，为什么？志摩。有道理哦，就在名字里面，对不对？以前为什么 不叫胡了，或叫做我摸了，叫志摩？你们叫启超，对对不对？就是徐志摩了。没有，但是梁启超，没想到是梁启超，是梁启超呢。哎，志摩，可以吧？不行吧？好，梁启超呢，他又名饮冰室的主人，他是清末明初非常有名的政治家跟文学家哦。当时他有一句名言，他说：“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，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。”没错，可以想见麻将对他的魅力有多大。甚至他常常一摸麻将，觉得灵感就来了。对，能忘掉一切的烦恼。你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是我。来，两位请加2000。好，下面请出题。今世世界纪录认证的旅游好去处，请问下列哪个台湾景点还曾经获得今世世界纪录 ？A. 双星石户 ，B. 高跟鞋教堂。请作答。哦，不是双星石户，是高跟鞋教堂。因为我记得之前读地理的时候，好像没有读到双星石户是今世纪录，因为高跟鞋教堂比较新，那时候已经没有在读书了，所以我在猜应该是 B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高跟鞋的教堂。在嘉义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呢，在2016年获得今世世界纪录认证，是全世界最大的高跟鞋型建筑物。请加2000，19000。哦，你们连续答对两题喽。第三题如果两个都答对，均分；两个都答错，累进到下一轮。哦，请出题。在美剧中常会听见 "You are the goat"， 请问 "goat" 在这个时候代表什么意思 ？A. 史上最棒的 ，B. 很好欺负的。请作答。哎呦，请公布。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史上最棒的 GOAT， G O A T， 它的缩写是什么呢 ？Greatest of all time， 最棒的，史上最棒的人，最棒的事。那以后大家会觉得，哎 ，GOAT 很好玩哦，是个山羊，所以也会传山羊的表情符号来代表史上最棒哦。嗯，为什么山羊认为是最棒？因为它刚好 greatest of all time， 然后 G O A T、这个刚好结合在一起 ，GOAT 就是山羊的意思、嗯。然后以前有个很可爱，最近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梅丽史翠普？她是超级厉害的女演员、对。然后在片场大家都叫她说 GOAT come here， GOAT go there，、她就以为大家在叫她老山羊，然后叫她很乖的跟着走，跟着走，她是到最后才知道。原来 GOAT 是在说我很棒，他是最棒的，对对啊，你们也是最棒的，把奖金累积到下一轮，来三位请回来进行第三轮，所以19000放在那边哦，继续加了，第三轮决胜题啦，第一题请出题。根据搜寻引擎公布，2024年的全球消费者会比较愿意把钱花在哪里？这个项目消费成长最高 ，A 摘星美食。B 旅游行程，请作答。寒冰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有机会全拿哦。哇，你说，我觉得我好像猜错，不过我是觉得说，因为在之前疫情的关系嘛，全球大家都没办法出去旅游，所以现在东西比较开放一点了，所以大家就旅游大爆发嘛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旅游行程大家可能更愿意花更多的钱。你也挺。
因为我觉得旅游以前大家就会花钱去旅游了，嗯，但是摘星的美食我觉得是最近这一两年大家特别的重视，觉得说我去旅游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去东京的什么哪一间米其林餐厅，而且他们要去之前就已经把它已经要订好，而且都要先订哦，对对，而且可能是你订了餐厅订到了你才买行程，嗯，而且他们好像要先付哦，对对对，一定要先付，我记得我这次去日本要先付，嗯，对，他怕你取消所以都要先付，所以我觉得摘星美食应该是这最近大家愿意把钱花在上面的地方，嗯，正确答案是 B 旅游的行程，雅虎呢发布2024的消费趋势洞察报告，潜力商品啊、消费决策跟平台技术这三个面向提出了五大趋势，那可以帮助品牌啊跟零售业来布局未来的发展，那其实呢大家会非常 care 体验式这样子的感受，那体验式消费呢，全球数据发现啊，机票、住宿、游轮、计程车、电影跟 live 活动这六大体验式的消费支出明显的成长了，嗯，那里面最高的话呢就是旅游，虽然呢这高物价带来生活压力，但是大家会更注重这种去体验式而得到的生活品质，嗯，果然嘛，你看不到最后不知道谁赢啊，再加一千，因为只有一个人答对嘛，是，所以账上20000块，请到韩冰的账户，哇，反败为胜。所以里面你是32000奖金最高的，成为我们最后的获胜者，进入最终战 Battle ATM。恭喜韩冰兄啊！今天可以领32000块来提款卡，有机会哦。谢谢。听说你是中文系的，啊？对，我是中文系的。而且记者以前常常要写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以前最早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，那时候还不是用打字，是直接写手写稿，所以有机会。你看，我们上次请的高中生，哎，脑筋急是根本不是哦。一般凡人非常厉害，但是就是卡在写字这一块，字很简单的，哦，小学的程度啊，不是中学的程度，他这样压力更大，等一下写不出来。来，请插卡。好，韩冰挑战，来，金库请开，里面有32000是您的奖金，是，请看密码提示。密码呢有两组，分别是总笔画61画的韩冰拿奖金。或是总笔画38画的乐透中头奖。我们先看韩冰拿奖金有哪四个字成语呢？大概囊中之物，胜券在握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啊，哦！好，乐透中头奖，春秋大梦，他是已经中了没？他是已经中了，不是孝心没？对对对，中了，所以不能说春秋大梦啊，美梦成真，不行，梦想实现，有，对对。他开始在想了，他应该想了，你想到这都有哪些四个字？所以这个笔画好难凑，因为我刚刚那个61啊，我那61你分成四个字，每一个字平均都要十几画以上，对对对，这个有这么复杂的程序？你先选择你要挑战的好不好？对，你要请选择。我选韩冰拿奖金啊，请锁定韩冰拿奖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他没有选的乐透中头奖38万是哪四个字，请公布。好，梦寐以求，这个妹我不会写，啊，你刚选这个哈，哦，对，这个好像比较简单。韩冰拿奖金，请公布题目。踌躇满志，计时开始，请消除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这边17的，你是17的，17，对，第二个，清楚，踌躇哇，足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笔画，16，来，清楚了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哦，你时间不多喽，哎。字，因为字画太多了，光写的字。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赶快零七。好，先按。停。好，还有5秒。踌躇满志，您的密码是17161507。对或错？这一看就是错了。
想清楚，还有五秒钟，你要改哪个字啊？好，现在哈比计时开始。愁，哎呀，忘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没关系，我让你写完，他让你写完，我们很有人性，计划。好听，对，忘记怎么写。改成这个字之后呢，密码是19161507。这是他改过的啦，对或错？还是错？啊，可惜啦。来，这个字蛮难写的。对啊，对。来，我们看看正确解答。啊，你看都是竹字部。都是竹字部、啊，忘记那个竹字部。对，通常成语就会两个一样，都会有一个部字。对，差蛮多的。哎，可惜失败了，请关闭金库。谢谢韩明兄，谢谢往前，谢谢谢谢。啊，选到梦寐以求，那这是真的叫梦寐以求了。真的，那就是真正的乐透得奖。不过竹字那个这个竹字满字。这个故事应该由你来好好来解说一下。其实这个故事，他是讲庖丁解牛那个时候，他在运用他那个刀法啊，他非常顺畅，轻松自在。对，就是完全就由他所驾驭，就形容一个人就是胜券在握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被他掌握在手中，又从容又有自信。对 对，其实也不用讲的这么难，就是瓜哥拿麦克风嘛，是这样就轻松多了，这样了解。不过瓜哥，你记不记得你上次有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，我也是拿冠军，结果也是没得。也是带在这个鞋子。哎呀，那你运气不好。来，谢谢大家今天参与，晚上8点锁定，拜托 ATM 法治会变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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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, 谁敢来 battle?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